现在我们把这个污水管道搞好了，池塘里的水啊，所有岛上的水污水都是从主管道里跑到污水厂那边处理。普通的污水处理厂呢，它有一个特殊的生物槽，就是对专门对那个氨氮、磷这个生活污水这个特殊污染物的处理效果呢，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增加了一些生物除臭和那个纤维滤池转盘，然后这个的话对悬浮物和那个臭味呢也进行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消除，所以达到的这个中水呢是远低于国家的这个城市生活污水一级 A 标准。各位领导和来宾，移步前往。